力的平衡啊，力的平衡，就是你要让力，今天平衡呢，你就必须它对应的方向有一个相同的力。然后方向要相同还是相反？呀，这个你怎么样出来？159公分，你描述一个身高的大小，你用一个数字加那个单位，对吧？一直在讲的159公分，对不对？公尺，好不好？你是巨人，159公分。那你如果说想要去描述一个力的大小，你怎么描述？重点。好 ，OK， 我先。基本上一样是一个数字加上一个单位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一个数字加一个单位，假如你看那个秒。两牛顿。基本上我们现在，你们没有学过，但是我先跟你讲，力的单位用牛顿为单位，啊，一般来讲用牛顿为单位，就是牛顿后面有加一个好的定律，所以用牛顿为单位。但是如果你用公斤的话，刚刚玉婷讲的，对，我忘记突然叫你名字，不知道。如果你要用重量为单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讲说它是多少公斤，但是后面要加上一个东西叫做公斤重。啊，公斤重是力的单位，公斤是质量的单位，啊，差别在这里。我的质量是80公斤，也就是地球对我的拉力，地球向我帮我向下吸引的力是80公斤重。好，这个力是80公斤重，我的质量是80公斤，这样懂意思吗？OK， 好，所以你把这个质量的单位加上一个重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你讲的是力的大小啊。但质量不等于力哦，这有个概念，质量不等于力哦。你就从换个角度讲，当我在充电线坏了，那不是有棉吗？然后它好像接触不良什么的。啊，真的、啊，你把那充电线拿给我看一下。我可以下去拿。不用现在，对。好，当我人在外太空的时候，请问外太空的时候，我所受的地心引力是多少？零啊、哦！但是我质量没消失。没有。我质量没消失，我是80公斤哦。可是在太空的时候，我所受的引力是零。零重。然后质量的定义是。在地球的引力下，不是，质量是你本身存在的一个性质，但是你的我们讲力的大小是不一定的，你在地球上你受地心引力，跟你在外太空没有受地心引力，所以在外太空会没有感觉重量，没有那种感觉叫失重，你会有失重的现象。那所以地球的地心引力被我们定为，对，因为方便嘛，我们过去以来就一直感觉，所以说像你们自己很直觉的感觉到。那重量的单位，像刚刚安宇讲，重量单位，力的单位就是重量，是有这种感觉。你会直接说啊，我的力的单位应该就是重量，因为我们习惯上，像比如刚刚常在测，我们就用几个方法，就用它重量来测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就用重量来测力嘛，是吗？嗯。啊，所以我们直觉感觉上重量就是力，但是让力跟重量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跟我们现在的地球上，应该说力跟质量是不一样的东西，重量是地球给你的吸引力，这样有问题？没有。没问题哈，好。所以呢，有问题要讲哦。你一直在那边干嘛？我刚刚有加速感。
假设说这个力的大小是这个力是两牛顿，这样的条件够不够？我说作用在这个物体上，作用在这个物体上的力是两牛顿，这样子条件够不够？不够。不够，还缺什么条件？两牛顿重。哎，不是，两牛顿就是力了哈。哦。还缺什么条件？很特别的，这个力跟身高不一样的地方。磁力的方向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这个物体上施了两牛顿，然后请他往哪？请问一下，他往哪里走？那边。不知道，没有方向，怎么往哪里走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刚才说我是往右边走，两牛顿。牛顿大概用 N T 了哈。我往右边走了10公分，往上面。N T 是 Newton 哈 ，Newton N T 哈，或者是用简写叫 N 哈，二 N 也可以哈。好，两牛顿的力向右，所以你要很特别知道说，力这个东西它特别有一个方向性，它是有方向性的哦。所以通常我们就把这东西叫向量，在数学上叫向量，有学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学过。简单讲就是有方向的量，实际上你都学过了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这是一条竖线，这是零，这是一二三四五，这是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、负四、负五，学过没有？竖线，有，其实就是向量啊。我往这边走两步，正二对不对？我再往这边走三步，负一、负三，所以总共走多少？五。我总共走了零步，但是我实际上的距离最后在哪里？负一，对吧？好，我先走两步，再走负三步，就原来换了个位置，所以在这边拿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对。好，这就是向量嘛。这就是向量。简单来讲，假如我向这边施了两公斤的力，我向这边施了三啊，做了两牛顿，施了三牛顿的力，请问总共施了多少力？感受到的力是多少？一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就写掉了，这是向量的概念哦，这是向量的概念哈。就是说，基本上你就是把它的灌上一个方向。怎么灌上方向呢？假设我们向右为正，这个力就是正二牛顿，这个力是多少？负三。负三牛顿。所以我的合力多少？对，就是把力加起来多少，对吧？假设这个物体。我受了个力，两牛顿，我再受了个力，三牛顿，我总共受多少力？五牛顿。五牛顿啊，对不对？五牛顿啊，而且向哪边？向左边。同不同意？所以基本上只要把力加起来就可以了，就是一种向量。这是简单的向量，是只有一维方向的向量。那如果二维呢？二维知道吗？我现在一个东西。再放在桌上，我受了一个这个方向的力，我再受了一个这个方向的力，现在受了多少力？很多力。很多力。很多力啊！通常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定义成这是 x 就是 y 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说它受了，假设它是三 n 向上哈，这个呢是二 n 向右。它合力多少？五 n 向不是五啊，不是五，六，也不是六，2.5。我们说毕氏定理都是用得上吗？很难。很难。我的逻辑很烂。哦，但是相当于这个力啊。有。对，这边是三的话，这边是二的话，那是多少？跟到多少？跟到十三，对不对？等于三的平方加二的平方。是。是不是？哦。对不对？二的平方加三的平方等于根号13。根号来根号去。或者你可以换个角度讲，如果说再简单一下来讲的话，这个力呢，就相当于这个力，这力的大小就是二三。二代表是 x 的大小 ，y 代这个第二个数字代表 y 的大小。你们学过坐标轴没有？有。坐标，这就是坐标的意思。有。
啊，你再把力的起始点放在原点，力的后面的尾巴放在终点的位置，你把它对到坐标轴上，它就是二三的意思，就这么简单，加二三。好，这是一个力的表示哈，你们知道就好了。力是。好，那为什么讲这个坐标轴呢？会有状况是哈，假设同样的坐在这中间点上。这进阶题哈，想一下哈，假设我现在四个力给它，是往这个方向，我的力的大小呢是五牛顿，高度呢是七牛顿，我另外一个力呢是这么多，它的大小呢是三牛顿跟四牛顿。好 ，x 是等于零吗？对 ，x 等于零。好，取一下，我的合力是多少？好麻烦，好麻烦啊！一周应该写三四啊，应该写四四，对不对？是向下。啊，不是，所以合力多少？四啊。有，赶紧看啊！这边多少？这边是五七。哦。对，所以合力多少？合力多少？八块，再加两点。正号三十五。哇，正号三十五。第一个答案正号三十五。那要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正号三十五，我没有说错啊，我还不知道，我没有意思。八三。多少？八三。八三。那五也来。七四。多少？七四，很酷哦。他们别答。等一下，我没讲的。你有没讲？等一下。你有没讲？我没讲。我没讲，被擦掉了。我今天在算了。多少？三是在哪里？啊？三是这个。三是。废话，三是往 x 方向啊。y 是。哦。多少？等啊。我在等啊，我在等啊，我没有追你。多少？请过门啊！多少？八三加一票。是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投你的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啊。看队友讲你的。他队友讲，我帮你讲上去。那第一个才有了。怎么这样？旁边的评分是？好啊，我想一下。虚拟看看，旁边的。所以就是像那个，最后是什么？哎，想想看，想想看，大家都想想看，你在想吗？你说。等等，所以是要算出合力，它现在合力是往哪边？下面的力。是，啊不是，这两个力啊，我现在受了这个力，跟受了这个力，就感觉上这个物体会受了什么力？感觉上它受了什么力？就跟这个东西一样，回来这里哈，它受了一个正二的力向右边，对不对？同时间受了一个负三的力向右边。对。所以他所受的合力多少？八三。是负一。负一。对，就把这个力加上这个力。八三。回到这边来，只是这边分了两轴嘛 ，x 轴跟 y 轴而已，是吧？所以多少？八三再加一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等你，我等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的。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八三。不要八三。对。那你三八。好。俊幺三八的，俊三八。啊，等一下，多少？二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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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简单。有二三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玉涵怎么样？七。七三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可以算出自己的结果。必然多少？我是一个朋友。你别这样讲。你多少？不知道。都搞。徐宇，你要说吗？在等你哦。你放弃了，好 ，OK。我们想想看哦，想想看，这个力嘛，我们一开始说。假设它接受了这个方向的力，是的话，
哎，同学，同学，哎，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他受了四牛顿的力，向上受了三牛顿的力，所以他相当于受了这个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这个力叫做四三，对不对？对。事实上，意思表示他受了四牛顿向 x 轴，三牛顿向上的方向，对吧？那我们一样啊，假设高中五七是放在上，受了这个力五，受了这个力七，这个力呢，它受了多少？三 ，x 轴方向，四是向下的方向，而这两个力的合成是不是相当于这四个力的合成？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有四个力都在这上面了哦。好，这个力是五，这个力是三，所以合力多少？八，这力是八，对不对？这力是七，这力是负四，所以合力多少？三，好，不错了。所以相当于合力呢，合力就变成相当于是这样子哦。是，是合力。好，就是这个力跟这个力的作用的合力就是这个方向。这样懂意思吗？是这样子。懂意思吗？啊，这简单的是，也是向量的运算，向量的运算。那下面就算你们在数学没有学到，但是我们用力学的概念先去想一下，合不合理？合理。合理哈，好。安普跟定狗加两点，好了，安普跟定狗各加一点，各加一点吗？好，各加两点吧。各加一点，平分。各加一点啊，平分呢、啊？好，解分。好，所以呢，假设我想跟这个力的平衡，我想跟力做平衡，我应该用哪个方向力给它平衡？哎，你看一下，我想跟这个合力啊，平衡，我应该用什么方向力给它平衡？好，平衡呢、啊？想一下哈，我结果是八三呢，我想跟八是这个方向力平衡，我应该叫负八，对不对？我想跟三平衡，我怎么样？负三。要负三，我是要这个方向力，是刚好对的。对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刚好相反方向，而且是抵消掉，有没有？还好吗？撞到鼻子了，有没有流鼻血？他口抬起来，刚好撞到鼻子。这个有时候，比如说被人家挟持，同时暴露你挟持的时候，你要什么攻击？哪要暴露我的挟持？一个攻击方法就直接往后头往后顶哦。我说，哎，同学，我如果顶不到，还有方法怎么样？踢啊，后踢。我知道什么办法吗？用脚跟去踩到哪里？脚跟踩到脚板了、啊，踩脚板很痛哦。你踩脚的这边呢、啊？踩脚这边很痛，非常非常痛。而且那边不断，那边不断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是不是？病毒要害吗？所以上面不会痛啊。所以上面好，但是踩下去会痛。你这样用脚跟，用脚跟上踩痛的。你看那种方法其实是有功能，就是我撞晕了。然后弄马路。下单的，你下单别人踢得到，踢得到啊，除非那个大钟头没踢。下单你踢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踢很高不容易啊。但是有可能他要把那个字看人练的。他蹲低一点可以踢是吧？我可以踢的。好，可以踢，他可以踢。自以为啊，你是踢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回去之后再想，我再想一题，出一题那个。进阶题，出一题那个放在网络上嘛，你们再解哈。OK， 好。一样前三吗？前三可以。好。所以我们要讲力哈，会讲说它的大小、它的单位，还有它的方向。我身上还有个抓点，它作用在哪里？啊，作用在哪很重要吧？对不起。你还好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喔，看一下哈、喔。在我们刚刚讲那个弹簧的部分呢、喔，实际上是我们看弹簧的力量大小哈、喔。那实际上弹簧力量大小，这边有个概念叫做福克定律，好，课本上提到。那我们简单把福克定律做说明一下哈、喔。当一个弹簧挂着一个篮子，
哎，同学。他打我。挂了吗？好了，假设我现在做个表哈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放做个表，我这是砝码的伸长量，这是或是总长哈，这是弹簧的总长。我们大家可以做实验看一下哈，砝码一个砝码的时候呢，哎，对不起，一个砝码的时候呢，总长也已经是十公分。好，一个砝码呢是多少？假设是十二公分。两个砝码是四公分。三。六个砝码多少？十四。多少啊？十八。二十二。二十二哈。耶。是不是？对。它是六哎。这个边多多少？五二。多二。哎，这边多多少？二。多二。那我这边应该多多少？二。多十二对不对？那我原来是十啊，多十二变二十二。我这样讲听懂吗？有。我在解释听懂吗？有。多一个砝码多两公分，对不对？假设这样子，多一个砝码多两公分，我多十个砝码是多。啊，多六个砝码是多十二公分，啊，加上原来长度十公分是变成二十二公分啊、哦。这是这，我们现在先讲理论哦，等下我们实际上做实验不一样哦，我们实际上做实验不一样哦，等下分两组做实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做图，一个砝码的时候十公分，一个砝码的时候呢十二公分，两个砝码的时候十四公分。六个砝码的时候呢，二十二公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预测范围是多少砝码呢？四十。我可以预测三十公分的长度是多少洞吗？我可以预测吗？可不可以预测？不行啊，理论上是不行的，因为它超过范围了。所以我只能预测在二十二公分以内的长度的重量。那是二十二公分，你怎么知道是对的？因为你实验做出来了。啊？那有实验做出来？哦，刚刚这是实验。我刚刚在做实验的哦。反正是书面实验，我说等一下你们自己要做一次实验啊。我现在先做书面实验。假设实验做出来这个结果的时候呢，我只能推测从十公分到二十二公分，对吧？是这样的。所以假设我现在告诉你说，我现在去拉弹簧，我发现弹簧的伸长量是十六公分。行啊。我这个力量是等于几个砝码兆？我这个力量等于几个砝码兆？多少？三个砝码兆，非常好，等于三个哈。好。只有蓄意在思考，蓄意在。但是耶，我也在思考哎，我也在思考，我们都没加减。你们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你们有人。没有人回应我。好，那我如果拉长二十六公分，这样是几个砝码？八个。你说八个，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不同答案，快点，有不同答案。没有啦。没有。十一组。你们都没在上课过。加点吗？有加点，有加点，有加点。那有。啊？几个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哈、啊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是不知道？为什么不知道？为什么我现在测出来二十六公分，为什么区域说八个，就定狗说不知道？这样子不对。为什么？不一定定狗。为什么不一定？那中间的。啊？中间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知道这边还不会弹性变形，这边不会弹簧没有坏掉，你这边做弹簧没有坏掉，因为这实验的结果，所以表示这边你下开始这个结果弹簧没有坏掉，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用的，这个外面就不能用，因为这还没做实验，不知道。对。啊，所以是不知啊。OK， 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嗯。知道意思吗 ？OK。把知。嗯，好了。再加一点。丁狗不加点，他不回答、啊，他感觉很清楚，够了。我又不要回答，你从这样回来。我们要做个实
实验了，我们要做个实验，同学。在学习单里面哈，第16月的吗？不是，16月是摩擦点，16月摩擦点下去做。好，那 OK， 现在简单做实验，请你用刚刚那个砝码，我现在刚好有两组哈，砝码这有两组砝码，砝码现在有。来，这边有糖黄，这边有糖黄。我破我先喝，新糖黄。这糖都糖。来，分成两组。你们三个要拆开。尤其是冰狗不能跟阿祖一组。不会啦，不要拍！我没有拍你啊！不会吗？
，一个弹簧，两个弹簧的长度多少？这样子哈。那就预估值啊。不要把它定几个字哦，那你就不要去。Yeah.
先设备抽一抽。哎、欸，快到底了。
或者是这个东西可信度有多高？有没有看过这个数字？没有，没有看过。可信度93%，可信度70%，可信度80%，它有比例关系啊。所以那可信度是可以查的哈。好，所以你实验做的越多呢，你可信度越高，就这么简单。实验数字少，但是它是可以参考，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，还是可以参考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据你这个数字呢，它基本上做了两次，它有做修正，修正跟我讲的不太一样的关系哦。大周你上课容易分心，所以你有时候东西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对，那你自己要去注意这一点，随时要提醒一下自己啊。据你这组数据呢，他有做两次没有错，但是他直接把一些他认为错的数据修掉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你问凭什么觉得第二次比第一次准？因为我觉得，你为什么直接把第二次的结果把第一次的取代掉？因为我觉得第二次感觉比较好。啊，第二次感觉比较好，为什么感觉比较好？你一定有感觉嘛？感觉是什么？因为我有调整。调整什么？调整数据。这是对的哦，我再讲一遍。你第一次做这实验的时候，你没有经验，你量第一个数字，量第二个数字，量第三个数字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人为操作上的误差。可是你经过测量了几次之后，你发现，我固定都会测这个跟这个的之间间隔，或者是我第一次的弹簧在晃动，我本来就有测不准的原因很多。所以经过我的经验更丰富之后，发现我前面测量可能有疏失，很大的疏失，所以重新去测。而且有相应第二个数字，这没有关系哦，这没有关系，因为所有的测量的数字是不是都是你主观的结果？像刚刚有同学这一组在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看的结果跟我看的结果不一样，我们要讨论一下谁比较准。”需要估计值需要讨论，估计值需要讨论。估计值不用讨论，因为估计值就是估计的，你估的跟我估的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哈，每个人估的本来不一样。那后来我给你建议说，最好同一个人来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习惯看个值，我从这边看，你习惯看这个从这边看，这两个误差不一样。可是我如果一下从这边看，一下从这边看，我误差变得很大了，这数字在乱跳所以最好同一个人估计。那你可以说我第一个实验好区域估计，第二个实验大众估计。第三个实验定我估计，我们再把这三个结果拿来做对照看看，那就更准了。所以一个实验呢，在执行上，有时候你需要去思考说，我怎么去让实验做得更好？比你更轻啊！不要光好，要怎么做？每个人估计的。每个人估计不一样，然后呢？然后一个估计，不然会出差的。所以好一点的做法就是每个人都做一次，每个人都做一次，每个。不是没那个时间，因为你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在，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结果哈，你这结果符不符合我们刚刚在做那个假设的结果？不符合。哪里不符合？零跟一。零跟一不一样啊！你看，零，这个没有问题嘛，一开始懂吗？放了一个砝码，砝码有变化吗？有。命运在看吗？有。有变化吗？有。没有变化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，到底有没有变化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变化，立刻念出 ，OK， 它变化只有一点点，好奇怪。好，放两颗砝码的时候，数字又更奇怪了。A 组有没有变化？有，变一公分。B 组有没有变化？变两公分，对不对？超过两公分嘛。好，我们再看了，再往下看下去。第三个数据，第三个砝码下去的时候，这边几公分？两公分，超过两公分，对，增几公分？2.1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一下你的间隔，这边差几公分？2.1，差几公分？差几公分？2.3。我们来看这边哈，几公分？二。几公分？二。几公分？2.1。几公分？2.1。所以假设这个两个弹簧都做过了，这是同一批生产的弹簧，我们都做过了。你同不同意，在某些常数之下，合理的变形量是一个砝码等于变长多少？2.1。2.1。2.1。
2.02, 2.03, 2.04, 2.01, 2.05，看你多少？看你多少？2或2.1。什么叫2或2.1？就是这样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要怎么讲？2.1。你觉得怎么说？JB 弹簧在某些时候，哎，没有听到我讲话吗？你不要再玩了，你都没有在专注吗？那个，哎，你们手上有东西哦，一直都一直在玩，就永远都不会专心上课吗？那没有专心上课，实际上就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们做这么多数字下来之后呢，你看到这个弹簧。这是同一批生产的弹簧，你们是拿各拿一颗，拿各拿一小弹簧来测试，结果得到这个数据之后，我们是可以合理的说，在某些范围内，在这弹簧某些范围内，每一个砝码可以让它生长多少？说说看。2.1公分，2.1公分，那我觉得多少？2.3公分。2到2.3之间。至少，至少，那我别的说吧。2.05。那我别的说吧。啊，为什么要讲？为什么会问你呢？我有一天拿这个糖果给你说，好了，我需要称个东西啊，那我就说，哎，我发现呢，我加那个东西之后，它生长了4公分。请问，我加那个东西生长4公分哦，请问我加的东西等于几个砝码重？一个，大约两个，零个吗？用4除以2，还是4除以2.1，还是4除以2或2.3，还是4除以2.05？大约吗？大约。我们大家都是大约，但计算上一定要拿个数字来算呢、啊，对吧？你是计算的时候是要拿个数字来算，你可以用。就是说拿毫算整数啊。他说，拿整数。拿整数可以啊，你可以拿整，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哈。我先看了一个2.1，2.1，2.1，2.1，2.1，2.1，2.1。我如果是我要用的话呢，我会把这结果拿去平均，我会把这结果拿去平均，所以我估计是2.05。那我就拿4去除以2.05，我就可以知道说，在这个弹簧生长四公分的情况之下，这个东西加上这个东西大概等同于这么多个砝码，这样合不合理？我们讲说可不可理，那都最后说，你觉得这样子随便挑个数来做比较合理，还是挑2.05比较合理的？为什么？是平均的结果。同一根弹簧，你就会接受这个二跟这个2.1之间本来就是有量测的误差，有测量上的误差。我这次看它偏二，我这次看它偏2.1，我这次看它偏2.1不偏二，是不是会有测量的误差？怎么消除误差？记不记得我那时候怎么说的？然后，取平均值嘛，对吧？重复实验之后取平均值，所以我们做重复实验取平均值的结果。好，那再一个问题是，前面 A 这个弹簧呢，前面这三个数字可以哦？不行哦。但是前两个 A 跟 B 都一样啊。对。如果 B 这个弹簧呢，是前面这两个都不能用，对不对？只能从二开始以后，第二个砝码以后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，是稳定的，分量比较稳定的。可是前两个 A 跟 B 都一样，为什么弹簧不一样？对，弹簧不一样。所以说，这个的变化值我估计啊，可能在1.5个砝码之后，它就稳定了。那每个弹簧本来就有误差，所以可能是一个弹簧或两，如果1.5弹簧之后是稳定的，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确切的值在哪里。懂吗？就是一开始弹簧变长量了，一个弹簧都这么长，对不对？一个弹簧它整在这边，所以它生长量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这一段是可以用的，懂意思吗？但是这个点，可能 A 弹簧是在这里 ，B 弹簧呢可能在哪里 ？B 弹簧在这里，所以这个稳定值不一样，会差一点点。所以保险来讲的话，你只要拿到这一批弹簧。因为其实这弹簧的问题啊，这弹簧的问题是我折的角度是我折的，所以加上我的变化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动了手脚。我动了手脚，没有。我折这个边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两个折一样边，因为我是我自己折的嘛，我开心怎么折怎么折嘛，对不对？
就折的时候可能正向性误差在里面。欺骗我们！所以起始起始值这三个起始值可能在这边出现变化，所以呢，这一弹簧想要你心里去测东西的时候，行啊，一个弹簧测结果准不准？不准啊！两个弹簧测准不准？可能吧。可能也不准，但是我就不能要，因为不知道准不准，所以就不能要。三个弹簧以后，三个砝码以后是不是就准了？OK， 三个砝码就准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用的范围是从第三个砝码开始到第七个砝码都可以的，同意吗 ？OK， 所以这是我们测量的结果。OK， 好，大家。Ready go。东西说的时候，你的东西特别脏哦。哦哦，大壮。